是这个道具的便宜。首先，这是一个瓶子，有条湿巾，这有张杯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首先第一个效果，我把湿巾拉出来，然后一瞬间，不要看它那个位置。更难的是要东西挡住，看清楚了，要把杯子盖上去。我把湿巾握在我的手里面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湿巾一二三，啪！它又回来刚刚的位置。神奇耶！但是这个不算神奇，最神奇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把瓶子变到这边的同时，把杯子变到这边，看清楚啊！要用东西挡住。再看这一次，瓶子、杯子，一、二、三，小刀。啊，肯定觉得这边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可以看一下，没有东西。那边的朋友觉得这边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东西，有东西。哎呀，这个小朋友不听话，我告诉你。好，来到一次啊，来到一次啊。杯子、瓶子，过来了，来到一次，那就回去了。肯定有朋友会觉得，因为大概我15岁，现在才说这些话，所以我来这一次，杯子瓶子一二三，再讲一次，来这一次杯子瓶子啊，这边你觉得有没有东西？没有，这边有啊，这个小朋友又不听话，我放到一边来，来这一次交换，一二三，这边也可以看，这边也可以看这个哦。来这一次，我把瓶子再拿出来，再来这一次交换，一二三，呜呼，对不对？好简单呐、啊！我就想到这里肯定有个瓶子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要单手来完成，就一个桶不是单桶，单桶杯子瓶子，我每次把杯子变瓶子，瓶子变杯子，像这样子多出现一个瓶子，来这一次。我每次把杯子变瓶子，变杯子下面，我多出现一个瓶子，有人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观众又怀疑了，准备好跟一模一样的瓶子，我想通了，我把一个湿巾绑上去。好，看清楚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黄色的湿巾。捏，来这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红色湿巾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瓶子，不单止，还有这里也有一个瓶子。好，再干一下，谢谢。